四种，分别是演讲。张一翔同学，有什么事吗？老师，我想道歉。张一翔同学，可以吗？现在还是召会时间呢。对于昨天乱贴海报的行为，我很抱歉。还害很多同学跟着我一起整理，我也很抱歉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我不感觉到抱歉。陈老师，我爱你。什么啊？真的不走了，完了。